您接下来收看的是亚洲棋王。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大家好，我是曾英杰分析师，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台北股市现货以及九月期指今天出现一个震荡收低的盘势，中场现货下跌了18点，九月期指则下跌了72点。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整个九月期指的变化。各位，这是今天整个九月期指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开盘价它叫8266点，开盘没多久之后嘞，先灌杀到今天的最低点8192，在9点21分，接着嘞。低点再往上冲到今天的最高点8292点，在10点29分，随即出现一个震荡整理格局，中场收在8262点。那今天的区间呢，刚刚好，不多也不少，它叫100点的空间。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有两个重要的主题啊，要来跟各位分享啊。这两个重要的主题呢，我相信投资朋友你一定会非常的有兴趣。那首先第一个主题是什么？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棋子的这样专业当冲操作，每天都一样，因为我们棋子每天都会出手，不管行情怎么变化，我们一定会做单，一定会出手。那么今天当然第一个主题，当然一如往常的，我们要分享我们今天的棋子当冲专业操作。那么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呢？各位，下个礼拜三啊，哇，精彩了，精彩了，真的精彩了，这里真的有大钱了。为什么精彩了？为什么有大钱了？各位，下个礼拜三叫9月16号哦。9月16号为什么精彩？因为它是9月期指的结算日啊。9月期指将在下个礼拜三结算。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一定很关心，这个结算行情它到底是拉高结算呢，还是压低结算？这个地方啊，看对跟看错啊差很多。那个看对啊，可能存在着好几倍的机会啊。我讲的是好几倍哦。哦，不是好几点哦，是好几倍哦，财富好几倍的机会哦。这个看对跟看错真的会差很多，所以今天的节目你说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啊！可以的话，麻烦把电视转大声一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到底要先怎么做。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今天的棋子当冲操作。其实每天的行情啊，各位都一样，永远有投资朋友要问曾老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老师，嘿，那个棋子当冲实在要求拍走。到底棋子当冲要安怎做才会赢，才会定定赢，才会定定赚钱？这个是很多投资友最喜欢问曾老师的一个问题。很多投资友都喜欢问曾老师这样一个问题：老师，我做棋子哦，更走更掉，啊，若无就是赢细条的，输大条的，定定咧输，足奇怪，拢未赚钱，啊，是要安怎做才会赚钱？才有法度定定赢？老师，你嘛教我教者。其实这个方法，我真的很想教各位。我今天就要透过我们的这个怎么讲，这个操作。来告诉各位棋子怎么做才能常常赢。其实棋子到底要怎么做才常常赢？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棋王语录23，棋子的当中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常常赢？每天都一样嘛，就是买在低点转折，空在高点转折。像今天在哪里做多？8192做多嘛，对不对？在哪里放空？8292放空嘛，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你可能会说，老师啊，你在放马后炮，收完盘，大家嘛，咱要叠加做多，叠加放空。我想要知道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事先，各位事先就知道低点转折跟高点转折。各位，这个就是美感了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对于这个问题很在乎，很想要知道它的秘诀的话，我建议你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把这一套系统带回去，仙人指路实战系统，2015年的精装版。为什么要带回去？待会你看完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会需要它，而为什么它能够真正的帮助你来操作棋子当中，我会把原因呢来告诉你，跟你做分享。那么我之前我也告诉过各位哦，其实啊，在这个期货市场里面，每个都想成为赢家，但是要怎么样战胜棋子？我说的很简单嘛，你只要变成一个人，变成他，你就能够战胜棋子啊。他是谁？8点46分，每天你都成为高进，哎，这个人是高进嘛？我想大家不陌生嘛，在8点46分，如果你有办法让自己成为高进的话，什么叫高进？高出低进嘛。什么又叫高出低进？高点转折放空，
低点转折做多，每天你都当高进的话，就是它，你当然就能够常常的战胜期指啊。那说起来很简单，那做起来困不困难？做起来困不困难看人，有方法有工具的人他就会很简单，没方法没工具的人他就会觉得很困难，而且经常在赔钱。那有方法有工具的，你就会发现经常的咧，在8:46你只要能够成为高进的话，你就赢个惯系惯系啊。大对变要变作高进，到底要怎么样成为这一个人？各位，还是老话一句，你需要这一套工具。真的这套工具有这么厉害吗？这套工具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待会会把原因告诉你。来，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期指要怎么做咯。各位，请你记住一件事情，今天的高低点我们再复习一遍，它叫8192点，低点9:21，高点8292点，10:29，高点低点区间100点，开盘价在8226哦。那么当今天一开盘的时候，任何人都不知道后面的盘势该怎么变化，该怎么做单的时候，曾老师在今天开盘前就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今天要怎么做。各位，来拉近转折指标模组的会员，你今天不需要试驾冲来冲去，不需要试驾杀进杀出，也不需要冲来冲去，怎么做？8:04就告诉你，只要8:46系统算出来的压力点，你去放空，支撑点干什么？你去做多。各位，做完这些动作之后，你把咧停损抓好就可以了。谁说操作即使需要盯盘？你连盯盘都不需要盯盘，你只要有一套够精准的工具，知道了高点低点之后，能够事先知道转折，你根本不需要试驾杀进杀出，也能够气定神闲的怎样成为赢家。而我也说过，期指的当冲其实在8:46输赢就一定。为什么一定？谁能够在8:46知道转折，谁就是咧成为市场上的大赢家，谁就能够成为这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够公鸡盖，我说高进，高进就是一，高出低进，高点转折放空，低点转折做多。那开始咯，各位，我们再复习一遍今天的低点哦。接下来绝对不是变魔术哦，我希望你咧能够认真的看清楚哦，张大你的眼睛来看哦。今天开盘我们再复习一遍，是8226，低点8192，高点8292。我说了，要怎么样成为赢家，就是要这样嘛。买在低点转折，空在高点转折。问题是要怎么样做到，而且是事先做到。我说了，你需要一套够精密的计算机来帮你算这个点。那真的有这样的计算机吗？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张大你的眼睛，这是不是叫8:46？各位，各位，如果你拥有仙人指路精装版，在今天8:46一开盘1分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今天该做多的点位，它叫8192，预挂做多。那这个点位是不是让你感觉明显啊明显？当然嘛，明显啊明显。谁来讲明显啊明显？因为它刚刚好就是今天的最低点啊。各位，有明显啊明显不？那你说它在9:21出现，如果今天有一套系统，它在8:46就告诉你去预挂做多，在8192的话，你今天会不会全市场最大的赢家？你当然肯定是啊。我说了，你只要气定神闲，你就能以逸待劳。你就自然而然，你也会是高进。8:45开盘价，我们都知道它叫8226，对吧？当一开盘的时候，如果你有这套系统，你在8:46，你就可以打电话给你的营业员，告诉他什么是拉进，麻烦8192帮我预挂做多2口大台子。各位，8192在这里，拉进就是今天的最低点，开盘怎么震荡你都不用管它，也不用试驾在那边冲来冲去。各位，不需要那么麻烦，做指数越简单越好，只要你点位能够抓得准，根本不需要冲来冲去。8:45开盘价8226，你就请你的营业员低挂8192做多，刚刚好你就会买在今天的最低点，一笔单至少2口大台子。那么低点转折抓到之后，各位，高点转折怎么办？我说你想要成为高进，每天常常成为期货市场的常胜将军，低点抓得漂亮之外，高点当然最好也不要错过。那么今天高点要不要猜？一样不需要猜哦，在8:46，你看看这吓死人了。预挂做空在哪里？8285点，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吓死了？为什么说吓死了？因为今天的最高点它叫8292啊，在10:29出现啊。但是你有这套系统的话，你可以提早在一开盘1分钟，你就知道高点大概就在这8285附近。那么在8:46，你除了告诉营业员8192做多之外，你也可以顺便同时告诉他8285预挂做空，做多的点位在这边拉近。
一模一样，8192做多，整个拉远，做多完毕冲上去，在哪里放空？在这里放空啊，也是事先知道啊，8285点啊，各位，这边放空完毕之后再拉远啊，整个行情还真的给它给跌下来了，就是这么厉害，就是这么神奇。8192做多，来到了高点转折，压力8285出掉之后，你发现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两口大台子竟然就大涨了186点，紧接着8285空单进场，又是两口大台子。各位，我说做棋子不用太累呢，真正唔免做到五点钟呢，做五点钟不一定赢较多呢。各位，今天这个盘啊，如果你真的有这套系统的话，你11点就可以下课了呢。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不再动作哦，还有棋子部位的，现在干什么？市价出清啊，有没有很轻松？有没有很愉快？就把你手头上的怎么样？8285的空单在11点03分，就给他怎样市价出清？会出在哪里？11点04分。8243、8242会大概出在8243这附近。我们来看一下，拥有仙人指路啊，你真的就跟高进没什么两样了。那高进是谁？我们再看一下照片，高进这个人从来不拍照，但是有他的背影。各位，拥有仙人指路，你也可以变成高进，因为你会在今天8192支撑做多，来到高点转折8285压力出掉之后，涨它个186点，接着压力点去放空，11点快乐收工，跌了84点，两笔单快快乐乐的在11点收工之后，竟然涨跌270点啊！干母叔要冲来冲去，而很多投资人很喜欢冲来冲去。我只问你一件事情哦，你今天在那边冲了5个小时，你有没有掌握到这么多点数？啊，如果没有何必，啊也没必要。我们讲真的，你只要点位够漂亮，你看这样做一趟，那么放空一趟下来，做多一趟上去，放空一趟下来，两段加起来就轻轻松松的两笔单，一笔都两口两口，一笔都两口两口，两笔单加起来涨跌点数它叫怎样？270点啊，270点啊。那你可能会说，老师，这套系统怎么这么恐怖啊？有办法这么精准的算出高点转折跟低点转折，是怎么做到的？各位，这套系统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啊，我去统计了过去18年哦。各位，你仔细听哦，是18年哦。今年是104年，我从86年，我从86年一直抓期货的数据，每天的高点跟低点，它最大的可能的落点，我算出来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啊，累积的统计学18年，18年哦，不是18天哦，也不是18个月哦，是18年。我给你抓了了，各位，抓出来一个参数啊，这个参数呢，配合大盘，各位，命中率高达70%。像今天，为什么能命中？因为我说了，它的胜率有到70%以上，所以它会经常的命中低点，命中高点。那么你只要能够命中低点，命中高点，有这样70%的胜率，我问各位，每天的棋子当中，每年有200多天，你在这200多天里面，你能够抓到70%的话，你认不认为你会是市场上快乐的赢家？各位，这个问题我留给你去思考。一年有200多个交易日，如果70%的时间里面，像今天就是70%里面其中一天，你能够像这样这么精准的抓到低点，这么精准的抓到高点，轻轻松松做它两趟，做它两笔单，270点，你认为你会不会成为赢家？各位，我相信这个答案已经很肯定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要强调什么事情？我们在电视节目上这个所有的专业操作分析，都只是在分析什么指数的涨跌点数。我们来看一下，我是不是写涨跌点数？很清楚嘛，我写涨跌点数嘛，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法令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确可获利。金融市场风险与报酬共存，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我想只要每天能够抓到这个高点转折、低点转折，你会发现操作棋子就没有你想象中这么难了。为什么没这么难？因为这件事情你就能够很轻松而且经常的做到，买在低点转折，空在高点转折。那么这是针对棋子当中的部分。那第二个重点来咯，这个第二个重点哦是什么？我说下个礼拜三加精彩哦，阿拉公精彩。各位，下个礼拜三就是9月棋子的结算日啊，
相信很多人一定很关心下礼拜三的结算，它到底是压低结算呢，还是拉高结算？各位，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叫什么？九月份的选择权哦，各位，这是我们的攻击班哦，卖方乐视策略。那么这个策略我把它盖起来，先卖个关子，这样做又这样做。那么我预估下周结算价的落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下周结算价的落点就在这里。各位，九月份的选择权啊，9月16号礼拜三结算，我们今天开始布局卖方乐视策略，这个结算价的落点到底在哪里？啊，有想要知不？我想你一定很想要知道，对不？是怎想要知道？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哦，在这个地方啊，只要遇到月结算的话，它都有很大倍数的行情哦，都有很大很大倍数的行情哦。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你说你不是我会员，你不晓得，老师怎么办？我想要知道，我9月13号来告诉你，多拜礼拜日，礼拜天，礼拜天，这是我们选择权攻击班的策略。九月份选择权，不管你是不是我会员，我礼拜天通通告诉大家结算价的落点在哪里。各位，那为什么要告诉各位这个消息？这昨天啊，周选择权的结算啊，礼拜三，今天礼拜四，我说这个倍数啊，它叫9.16倍，这个操作几天？只有一天而已，礼拜二进场去做。昨天结算，周选择权的结算，周选择权的结算就长这个样子咯。那月选择权你觉得重不重要？这大家一定想要知嘛。啊，你不知道你要怎跟人拼倍数？各位，这昨天9.16倍是隔日冲啊，那当冲呢8150的买权竟然还有4.77倍啊。所以你说这重不重要？这当然很重要啊。所以我敢讲这个礼拜天啊，很多人一定怎样会很想要知道曾老师要告诉各位的下礼拜的结算行情到底长什么样啊。各位想知道就要学功夫啊。要怎么学功夫？当然要预约嘛，要预约报名来学功夫嘛。礼拜天请你务必事先报名，不受理现场报名请带计算机。我要教你怎么算，我要教你算很多东西，我要教你算很多东西，把你教到会为止。那到底要教你算什么东西？这个节目上我不要讲太多，好不好？各位，重点是要让你学到功夫，而且各位最重要是什么？这个结算价的落点啊，后礼拜啊，这个策略到底是什么？老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拉近这个结算价？下周的结算价落点到底在哪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愿意告诉你，但是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而是礼拜天，通通来告诉大家。想要学功夫的，我说你一定要事先来预约报名，不受理现场报名，而且请你记得携带这个计算机。哦，记得携带计算机。那么节目的关系我们不方便透露太多，但是中场的资讯你一定知道到底要学什么功夫。有兴趣的真的连广告时间都不要离开哦，好好注意中场资讯。我们呢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的现场。It's a beautiful day. Bingo！ 周选择权做对3次以上改变命运，没有不能做的行情，只有不会做的选择。曾老师带你做对选择，周选择权改变命运，小投资大翻倍，9月强势登场。周选择权翻身策略讲座，9月13周日下午2点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晚上7点台北首席会议中心，02-2578-3777。02-2578-3777。椰子、无患子变成 POS 洗衣塑造精，不残留，超干净，干净到每一个纤维孔会透气。宝贝好喜欢 POS 洗衣塑造精。POS。齐王团队期货操作给您3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很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过亿；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
成家让我变成一家之主，从此一切以家人为主。欧洲年度最佳 MPV Citroen Grand C4 Picasso。西屯，都选择权做对三次以上，改变命运。没有不能做的行情，只有不会做的选择。曾老师带你做对选择，周选择权改变命运，小投资大翻倍，九月强势登场。周选择权翻身策略讲座，9月13周日下午2点，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晚上7点，台北首席会议中心。02-2578-3777，2578-3777。我喜欢他的技术分析，线图字型多清楚。他的筹码分析让我知道哪一只股票大户拼命买。他的基本面完整，老师都在用，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哦。他们都是用轰天雷赞。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下个礼拜三结算了、真的很重要，所以在礼拜天真的有很多重要的秘密啊，还有资讯啊。各位，我要告诉大家，顺便让各位学一点功夫啊。这个周选择权啊，我这边打个问号，1变100，怎么回事？连续做对3次，又怎么回事？各位学功夫就要趁礼拜天放假没事啊，多学一点东西，无后不败。那么在最近，行情稍微比较好一点，像昨天涨了360点，期货很多老师啊，我看了真的很想笑。为什么？股票老师哦，都在电视节目上说他的股票又涨停了，又第几根涨停了，我看了是真的很想笑啊。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手头上股票最飙最强啊。各位，这个8月19号开始到9月9号，总共有21个交易日，总共有21天啊。到底全市场谁的标的最飙？我们来看一下哦。你有在做股票的仔细看哦。我在做高票，我们都知道现在一根涨停板它叫10%。我们拿股票跟选择权来做比较，我们不要说这个是在论述绩效，并非论述绩效，我们只是在比较。各位，从8月19号到9月9号这21天里面，到底全市场谁的标的最飙？不要以为我的节目都是在讲怎么样期指选择权，不是哦。各位，我来看一下标的是谁的最飙。这边是持有时间来拉近，昨天9月9号有一个标的，它叫8150的买权，各位，47根，为什么47根？因为当冲，它一翻就翻了477%，4.77倍。9月8号，我们进场的8050的买权这个标的，隔日冲哦，它直接翻了91根涨停板，为什么？因为它翻了916%。接着9月2号32根。8月31号40根，你说这个持有时间多久？隔日冲，隔日冲，当冲，当冲，隔日冲，当冲，当冲什么意思？今天进场，然后今天收盘前把它给出掉。隔日冲什么意思？今天进场，明天把它出掉。我们来看一下，谁的标的到底最标？很多人在那边说第几根，第几根，我看的是很想笑。亚洲期网的标的，从8月19号。到9月9号这21天，21个交，21天以来，包含假日，总共21天，对不对？股票 VS 选择权，如果你有在做股票的话，你的股票不管涨几根，各位有没有这么漂亮？有没有这么多根？3个礼拜下来已经370根了，3700%，怎么来的？我等一下会一个一个秀给各位看。从8月19号一路到9月9号，1、2、3、4、5、6。连续6趟，这个叫选择权哦，标的物都叫选择权，买权也好，卖权也好，都一样，顶多隔日冲，顶多隔日冲，那要不然当冲。我们一天一天来看，你说你有在做股票，你想要选到最强的标的，那到底谁的标的最标？各位，这个是我说的，9月8号、9月9号，我一定会出手，不用再看了吧？隔日冲916%，9.16倍。9月8号进场，25点买，结算229点，在这边拉近，是不是叫隔日冲？916%代表什么意思？才短短隔日冲一个交易日，竟然就有91根涨停板，一根10%嘛，直接打个加高升嘛。来，各位，916%，9.16倍，睡一觉，财富翻9.16倍。各位，9月9号当冲，各位，这叫当冲，涨涨的代志呢，无偌久，
当冲，当天买进，当天结算，当冲47根涨停板。为什么47根？一翻翻了4.77倍，它叫478，27点买进。假设有一档股票当冲，你27块买进，到了收盘它变129块，是这样的概念。但是股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股票是不可能的，选择权它有可能。所以你说谁的标的最标？那所以说接下来我说了哦，这个礼拜天啊，如果呢你想要知道各位9月期指的结算日最强的标的到底是买权还是卖权，我说很简单，在9月13号我会告诉大家，因为下个礼拜三9月16号9月期指的结算日，很多人都想知道它到底是拉高结算还是压低结算。所以说最强的标的啊，这个月选择权结合周选择权啊，我跟你讲那个倍数会更可怕，有多可怕？我认为有机会超过这个拉近，有机会超过这个，或者是超过这个都有可能。所以说有兴趣的各位，礼拜天那阴影没事情，礼拜天那阴影没事情，我说过啊，我要告诉大家很多事情，我要告诉大家很多事情，并且要告诉最强的标的是什么。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我说节目上有时候不方便讲太多哦，有时候节目上不方便讲太多。你真的想要知道结算它到底有没有什么行情，想要知道下周最标的标的，做股票投资朋友中场的资讯啊，请你啊务必善加把握。我们明天见，谢谢各位。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谁电话？喂，林思卷，手机收好了。哦，换手机了，你打好号码。喂，请问是林思卷还是韭菜盒？你累了吗？韭菜盒，宝利达蛮牛，精力充沛，宝利达蛮牛。周选择权做对3次以上，改变命运。没有不能做的行情，只有不会做的选择。曾老师带你做对选择，周选择权改变命运，小投资大翻倍。9月强势登场，周选择权翻身策略讲座，9月13周日下午2点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晚上7点台北首席会议中心，02-2578-3777，2578-3777。眼睛，经验，经验。眼睛，眼睛，经验，经验，眼睛，经验，眼睛，最可以啦！矿泉水啤酒，燕京啤酒。齐王团队齐过操作，给您3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过亿；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呵呵，打金猫照，哈哈，分叉滚开，呵呵，566黄金护法。